老七，那我们今天就来上 Plus 打荒野乱斗啦。那昨天话剧院当结尾的时候呢，我们是抽到了查斯特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话就来玩一下我们的这个查斯特啦。那查斯特的话，基本上他的这个普通攻击是这个帽子魔术。查斯特从帽子里发射这个铃铛攻击敌人，铃铛的数量会按照这个顺序变化，首先发射一个，然后两个，最后是三个，所以是一二三这样发射出去。然后再来是这个超级技能是这个爆炸糖果，查斯特丢出一颗爆炸糖果，摧毁周围的这个障碍物，击退敌人并对这个其造成这个伤害没有问题。然后它里面的话呢，就是它的大招是会变的，所以它第一招这个爆炸糖果，然后再来是这个硬糖大笑，然后它再发射一颗大硬糖击中被这个晕眩被击中的敌人，再来是甘草人物，它都持续对这个持续喷射这个锥形的这个咸甘草糖粉，对敌人造成持续伤害，然后再来是这个劲爆跳跳糖，查斯特在地上撒满这个一大片跳跳糖，该对的敌人造成这个持续损伤，然后再来是这个清凉这个薄荷糖哦，查斯特吃下一颗这个令人神清气爽的这个薄荷糖，为自己持续回复这个生命。没有问题，那我们就直接走起来玩一下这个双人哦，顺便看一下，反正感觉他也是可辅可攻，然后可做很多事情的这样子哦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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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没问题，来走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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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反正这场的话应该是都是 computer 啦，好不好？都是 computer 走起来啦 ，biu biu biu。OK， 丢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来来来来来，然后这边，哎呦哎，他们电脑是都喜欢走一起啊，对啊，感觉电脑都，我靠，疯狂走一起，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完了，要被电脑打死了，躲到草丛，电脑好像就不理你了。哦，这个是补血的，哎，所以你在大招的时候啊，你就可以先看到就是自己的那个。自己的东西是什么？哦，他这边好像就有血了啊，就是你看这边是一个机械糖果那种样子，这个应该就是他一个下一个招式。所以你查斯特玩好一点点的话，你可能要记一下，就是他大招的这个图案，看一下是啥东西哦，感觉会比较能够就是打出好成绩这样。啊，不是啊，人呢 ？What the fuck？ 躲哪里去啊？你这边有这个？哦，在这边，吉恩，别跑，吉恩。喷，喷，两个，第三个，哦，啊，这也被我铃铛打死啊！这铃铛也是痛到歪歪啊，各位，没有问题，各位再来一场。哦，这个其实要刷这个任务也是刷蛮快的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我都不喜欢打那个乱斗通行券。啊，自从我上次有拿到就是那个高阶的那个乱斗通行券之后啊，就疯狂狂打，必须得狂打。完了，怎么了？韩国队友不动了，各位，靠近一点点，可以哦。喷烂，没问题。喷一，喷二，喷二，喷三，吃烂。那好险，现在这个就是刚拿到角色的时候都有这种新手环节啊，你就不用担心会被这个老玩家打到一个不行。但是这样也会变成，就是你可能没什么东西可以练，因为电脑都太简单了。可是到后面的话，基本上如果自己在那边耍白痴的时候，其实还是会被电脑打到一个趴掉，完全没问题。好多任务可以解，超多任务要解起来了哈！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 ，Go go！ 呼！哎哎，这场是跟我们刚对啊，他应该有跟我们再来一局。好了啦，罗莎，拜拜。我们这边都是丢三的，但是说真的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像那个饺子老虎机这一只的这种感觉，就是他的那个攻击都是一样维持是三颗的。那这个是一二三，其实变得就是，除非他一颗的这个伤害超高啦，好不好？但好像也没有1920，对啊，他会变成散射的。他就是单一颗的时候伤害比较高，然后分散成两颗的时候好像伤害就没那么高了。哇，我们这根本就是在刷任务的嘛！最好刷任务的方法大概就是用这种就是比较低阶的角色，然后疯狂去那个打那个就是电脑，然后快速刷，感觉是这样子哎，这样好像比较好一点点哎哦，比较舒服各位，没问题。每支小队各自为战，出花出花。
嘟嘟嘟嘟，你看640，哎，没有哎，没有哎，他好像一颗的伤害就这么低哎，所以感觉真的还是得要那个，得要就是让他拿多颗一点点。啊，那到底是为什么啊？是因为他大招太强吗？但我感觉他大招也没有强，哇，死掉了。我觉得他的大招也没有强到，就是需要去削弱他的普攻啊，还是其实有，各位，你们可以跟着分享一下。因为我现在目前来说玩起来的话，我真的个人还是比较喜欢，就是像李阳那种的，就是攻击发射出去很多发，那打上去可以就是超级无敌痛啊歪歪的那种，是最舒服的，我觉得啦哦。来，走起！哟呼！等一，等二，等三。乘一，乘二，对吧、啊？他要三发击中才会变，就是很痛啊，各位。哇，完了，白痴，开始被电脑虐杀了，各位。哎，其实他们不是电脑，完了，饺子老虎机人不跟我一组了，怎会留起？他不跟我一组了，他嫌我烂，各位啊啊！哎、欸，结果又是饺子老虎机人啊！嗯，这只我觉得真的还好哎、欸，就是他的普攻这样我不喜欢。他可能就是赢在他很多元吧，对吧？就是他的这个招式这些很多元。哦，他怎么敢？他怎么敢？哇，你怎么敢？一二三。没问题，可以哦。啊，靠他就可以打死嘞！他另外一只在哪里？我们这个十个方块应该猛嘎歪歪，可以也赢了，太神了、欸！有时候真的是打到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电脑，对吧？打到完全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算不算电脑这样子。来啦，各位！到底是不是电脑？是不是电脑啊？好，很烂。一、二、三、一、二，干嘛干嘛？我靠，要这样哦、喔！要这样哦、喔！哇，这大概飘飘躺不太会用。耶！我们队友是机器人哎、欸！我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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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他一直狂丢机器人哎、欸！这个赖，我靠，这个赖瑞跟这个什么罗瑞是真的必须得要拿一下的，好强哎、欸，强无敌耶、欸！这机器人，这大概是我目前都玩过这个《荒野乱斗》里面角色最强的了吧？好扯哎、欸，尤其他那个分身，嚯！他如果那个分身能够帮忙吃东西的话，那就真的是强无敌了，好扯好扯哦，这机器人。铁定要拿，要拿，要拿，要要要！太神了，他等于一弄下去，你等于是有三个队友哎、欸，又加自己、欸，有三只角色哎、欸，超猛哎、欸！太神了，太强了！哦，来啦，各位！哟呼 ！All aboard the Patriot！ 哟呼！哟呼！可以哦，乘一，乘二，乘三，乘一，哦，哇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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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靠我靠！我怎么哪边都受敌啊？
我靠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老哥完了，老哥完了，哎呦，机械哇，机械人挡，牛哇哇牛哇哇，太神了，这有哎、哦、哎，还要去炸他哎、欸，等我等我，快火了 ，nice， 包夹他。他也在那个跳跳糖里面。哎、欸，小心哦、喔！哇，老哥！哇，好可惜哦、喔！哇、欸，但机器人最后还是杀人呢、欸，好神哦、喔！这一只太神了吧！